children always happy and carefree? Are they always immune to stress and worry? Sometimes your love can be the source of their anxiety, but many a time, all it takes are a few comforting strokes to bring the smile back to your child. And if you can couple your touch with some pediatric massage techniques, your children may well be off to a happier and healthier start in life.那我们很多成人都会去按摩，因为我们工作压力太大，也有很多人去推拿，是因为他们身体出状况。那对于小孩来说，为什么他们也需要按摩和推拿呢？小儿推拿它提倡及时治病，缓时保健，所以所谓的缓时就是在没病的时候带来做保健推拿的话，它能够改变孩子的体质，同时提高他们的抗体，也就是免疫力，减少了那个发病的几率，同时也能够避免了服药的痛苦。 Some parents can testify to the healing effect of pediatric massage. 之前孩子生病，姐姐也是这样，所以我希望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让他们不要一直生病。有多经常生病啊？之前是每个月去两次看医生。现在会比较少咳嗽了吗？之前是不给他吃零食，现在可以吃了，可以吃。小儿推拿它之所以叫小儿推拿，就是它针对儿童，也就是七岁以下的小孩，基本上更适合零到三岁的孩子。小儿推拿的治疗范围非常的广泛，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三个系统，还有一些其他的病。这三个系统就是呼吸系统、肠胃系统、利尿系统，还有一些其他的病呢，比如说发烧啦，小孩那种出生婴儿的液体，或者说有些孩子小小的时候他颈项有时候会稍微倾斜，那个是小儿斜颈。 So how does this ancient art of healing work exactly? 对于常常咳嗽的孩子呢，基本上我从童年上开始，因为一般上咳嗽的孩子他们会跟着有点鼻塞，所以我会在这个叫做开天门，就是给他疏散一些风热。孩子的体质是属于那种比较干比较阳气的，所以他咳嗽的时候他可以很容易就发热，所以在这边一般上我们都会给一个清肺平肝。咳嗽的孩子一般是胸口多痰嘛，所以我们就要给他宽胸理气。手足口症呢，基本上的穴位都在手上还有腹部，因为口足手症出现的问题就是在大便秘还有发热，这是大肠的穴位，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他清大肠，因为他就是那个脏腑积热了，所以一定要给他清，这是相等于吃羚羊或者是 paracetamol 的作用。口足手症是一定要给他大便通畅，然后他的热有去处，他的那个口腔的热就会慢慢的减，然后他的熬舌也会减。我们在便秘的时候是一定要用清法，所以是用顺时的。逆时是用在腹泻的时候，一直泻不停的时候，我们就要跟他补回，那就用逆时的方法。所以那个方向不方向对，绝对不能搞错。Now, how do you deal with crybabies? 小孩呢，一般上呢，他心气不足，所以他会常常哭闹，所以我们会加一个小天心，就是稳定他的心，就有点像给小孩吃惊风散。那假如小孩没有特别显著的健康问题的话，他们适合做小儿推拿吗？其实在这个时候是最适合做小儿推拿的，因为在他没病的时候呢，基本上给他所做的一些推拿就是在促进他的智力发展。Ms. Yap is one parent who believes that 3 years of pediatric massage is the reason why her daughter is offered a place in her school's gifted education program. I have always been thinking, why did she get into GE? Because my two other boys are pretty bright too. But the only thing that she has gone through and the brothers that did not go to is actually this massage program that she had. Now, most therapy should be performed only by certified practitioners, but it's safe to give your children a spinal pinch pull at home. 就是把这块肉拉上来，一直往上推。刚刚开始的时候，小孩会觉得很痛，不喜欢。几片过后呢，这会是他们最爱的一个穴位。
所以这个可以做多少次呢？这个是一天一次，然后五遍。有两道红红的，是的，积在这边。But OK 是吗？这样很舒服的。So parents, never lose touch with your children.